四行是凤梨中耕思维机构啊，原来是属于我们这一个凤梨田间管理机械的啊一小部分的。那我们这个凤梨田间管理机械呢，事实上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喷药喷水啊的这个系统机构，另外第二个呢是啊针对中耕思维除草的部分。而我们现在今天所展出的中耕思维机构里面，主要的结构有这个肥料箱，然后这个捕风机，然后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些软管，把这一个啊肥料呢传送到它的分配器，再经由它的控制阀，然后来调整它的不均力啊，每一个管路里面的不均力，然后再到达这个土壤里面去。而我们这一个它的作业效率来讲的话呢，它每天的作业能量呢能够达到2.2甲。那喷药方面来讲的话，每天可以大概可以达到5甲地。那本机的最主要的特色在于说，啊，这个作业来讲的话呢，啊，速度还有个效能上面来讲的话，都非常合乎啊我们国内还有国外的一个啊功能，而且能够切实的去啊去推广给他们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机动性也非常的好。然后另外，啊，我们这一个这台机械未来来讲的话呢，也可以把它这个推展，另外开发出一个啊，到蔬菜方面的啊，蔬菜方面的啊的一个中耕施肥的部分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展到国外的啊，国外的一些啊这个场域里面啊。那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一个啊一个成果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啊，谢谢。